又威胁啊，威胁小六，哎，你这个你不上车又取关啊，举报又这样的，哎呦，这年头涨个粉儿可是真不容易，哥哥啊，那有一点点，又是玩不玩，我主播玩不起，又是这样，又是这样，我今天还差2400都是谁给我，哥哥？哎呦，行，客服。哼，玩不起，没有七米三的，没有七，漂亮，哎呦，终于上来了，还是刚才那条没走，哥哥妈没走，哎呦，稳住，客后台客服，来这条鱼来的正好，改价上车，别打仗，哥哥，别打仗，我求你了，别打仗。不要打仗，哥们，千万不要打仗啊！我求你了，钓鱼不容易，还差2400豆，客服的，改价上车，199，你再改价改个99来，199，你改错了，快点下车，改错了，稳住，别着急，客服199，哎呦，这客服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哎呀，你改价改个199。来，稳住，别着急，稳住，搂住他，一定要搂住，哎呦，炸，赶紧要炸，我的乖乖，哥们，这尾鱼大不大？哎，觉得大了，扣个大字来，来，稳住，搂住，哎呦，小心那边有结构啊，又往边上跑，你每次钓个鱼，他都是往边上跑，哎呦，你现在中间慢慢给他溜。我就说这尾鱼大吧，哥们，带钢丝让他切了呢，那带钢丝的切了，切线了，这次咱不能怪他，哥们啊，切线了不能怪他，这主线你看多漂亮，120号的哥哥啊，120号切了，没办法，来，我赶快呀，怎么还没下客服？下了客服，下了，刚才打我好的哥哥啊，已成为过去啊，朱超超，哎呦还有，哎呦哥哥。那个，啊，你别打炸哥，我就那个了，我就纳闷了，刚才您这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太子安哥哥啊，你这别六哥六了，跑鱼了，哎呦，刚才打偶猴，这个随风也是偶猴，哥哥您咱家老朋友了，这客服上哪了？你客服你给我改成199，你都改成99。下车！哎呦，下车！199，你改99，你咋下来？哎呦，小哥们，5.5H19钓的啊，这碗杆子，轻量大物，非常漂亮。我再给你们报一下这个重量啊，哥哥啊，报一下这个杆子的重量。那么3.6米的重量是120克啊，3.9米的重量是125克，4.5米的重量是140克，4.8米的重量是155克，5.4米的重量是180克，5.7米的重量是190克，6.3米的重量是255克，漂亮！哎呦，今天终于录到它了，哎，终于录到它了啊！3.6米到6.3米的哥们啊，统一这个改价啊，改价199。这客服呢？你给我改199，你怎么改成99？炸不能炸，网红，哎呦，不能网红，哥哥，我求你们了，不能网红，好不容易搂一条鱼，哎呦，好不容易搂一条鱼，哥哥，下水7天试用，哥哥，下水7天试用啊，好用了您留下，不好用了啊，您给小六这送回来，免费终身包配鞋啊，你就是门夹断了，脚踩断了，你不管它怎么断啊，怎么断。您拍个照片发回来，给您发回去啊，哪一节说哪一节啊，哥们啊，不能打好，哥哥手上的刚才那个切线了，5.4米切线了，咱换了一个6.3米的，哥哥，6.3米的，啪也不行，哥哥啊，我没说119，我说的199，来，稳住，小龙。把那个5.4米的那个大线给他换了，赶紧换，把那个子线给他换了。哎呦，别打炸，哥哥，别打炸，千万别打炸。哦，这条鱼大吧？大不大？你看我的汗都滴的。乖乖，给我搂上来。
楼上来，咱们今天就赚了啊，哥们！哎呦，扛了！哎呦，扛枪了！没力了！没力了！啊，没力就对对对，就搂着他，盘腿把杆子盘在你身上，哎，盘在你身上，杆子要炸，不炸炸不了。不能打我活了，哥哥们，我求你们了，千万不能再打我活了。你这客服咋想的？我说199，你改价199，你为啥改个99？你看你，哎呦，哎呦，闹心呐、啊，闹心呐、啊。来，这位于大，这位于大哥吗？哎哎，对了，拿来吧你。哎呦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小六，这个心里面，哎，跟想扇子扇一样。往后面再拉一点可以吧？啊？这里我站都没地方站，你看，哎，往后拉一点，对，来，这尾鱼知道吗？这是它的尾巴，这是它的尾巴啊！小绿的脚43码了，哥们，你们自己看，它的尾巴，那这么长的，我搁到长度上都还没有尾巴大啊！别说其他的，咱们这个鱼确实不小，哥们，不小啊，不小！来，这一盒烟，咱不卖烟啊，咱这是比一下，哥们啊，这一盒烟，咱没那个扇子大啊，没那扇子大，来吧，哥们，把你心目中的重量。扣在屏幕上吧。你们这个先前这工作一定要做好啊，一定要做好。不是我说你们，啊，每次都要开吗？这个，一直开着不行吗？我说对不对，哥们？哎哎哎，跑跑跑跑，别跑别跑，开始上升，哥们啊，来清零，来清零。好，把你心目中的重量。扣在屏幕上，郑幸福116啊啊，梁三哥啊，感谢分享。我爱越野190啊，用户249是102，99上车，156努力一生啊，好运气啊，这个85公斤啊，170，这个独醉飘雪93啊，于星155，那么321找你，哎呦。90.3公斤啊，去掉这个10公斤匡正，也就是这个90啊，90，去掉10公斤匡正是80。